最近天气转凉，也是过敏性鼻炎好发的季节。有医院引进了国内第一部鼻窦导航系统，让开刀的医师可以透视整个鼻腔的构造，更精准切除发炎的组织。临床上已经完成十多个病例，效果很好。医师说，未来这套系统还可以应用在脑部肿瘤或者是癌症的治疗，让更多病患受惠。37岁的陈小姐，3-4年前开始出现鼻塞、鼻水倒流等症状，而且喉咙一直觉得有痰，很想咳嗽，让她的生活作息备受困扰。后来到诊所就医，才知道原来是罹患霉菌性鼻窦炎。你就一天到晚就是卫生纸要一起去接这个，那个像痰一样的东西啊，啊有时候黄鼻涕这样子。虽然陈小姐曾经开刀并服用抗生素治疗，但症状还是没有改善。直到今年8月再度求诊，并且使用最新导航内视镜鼻窦手术，彻底清除鼻窦内感染。现在的陈小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。医师说，传统鼻腔手术是利用内视镜将病变组织切除，但因为鼻窦构造比较复杂，难以分辨。但如果有这种 3D 立体导航系统，就可以透视整个鼻腔，不仅可以缩短开刀时间，也可减少出血量，安全性更高。如果是有导航的话，我们会不会背面的地方还有一些发炎的地方，或者是说背面有一个重要的器官或者重要的血管神经在那边，我们就不会去伤到它。只要在手术前在头上绑感应器，电脑就能精准定位，让医师开刀时更能确认病变位置。而这道国内第一部鼻窦导航系统，在临床上已经完成十多个病例，效果良好。医师说，未来还可应用在脑部肿瘤或癌症治疗，让更多的病患受惠。记者赖淑敏、庄志成台北报道。